我要提建议了，你上一个战友已经把一号领走了，你是不是也看上谁了？对的，对的。我先帮我们李涛李班长选一下。我信你个鬼！我感觉二号和三号比较适合他，四号比较适合我。给我们这个肖老师给我一次表白的机会。李超，你先等会儿哈，毕竟是你的亲战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来吧，刚才听了你的那个对自己介绍，我感觉咱俩非常适合。如果我是你，你老公，以后在家里洗衣服我包了，做饭我包了，洗碗。扫地我包了，第二个逛街的时候，当你累的时候，我会背着你，就整个逛街的过程你都背着，只要他想，3公里5公里随便，天涯海角。那个郭阳郭亮，你们见过那种男的背着女的逛街的吗？西游记里见过，西游记里，猪八戒背媳妇啊，来背一个呀，来背一个呀，谁？不是你想背不要紧，人家愿不愿意让你背？那就试一个吧，那就试一个吧。哎呦！赵姐，话筒给我，他急的。哒哒哒啦滴啦哒，哒哒哒啦滴啦哒，哒啦滴啦哒，哒啦滴啦哒。我想说，我们0后更理想主义一点，在乎一些超越性的存在。以后在家里洗衣服我包了，做饭我包了，洗碗扫地我包了。我应该在这里，我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李超啊，你们队里还有单身没有啊？还有好多，不是都抢亲的吧？好像我们变成了一个抢亲的节目啊。